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啊，喺洲际国家杯嘅休战日咧，亦都系 U20世界杯，亦即系世青杯嘅开波之日。咁呢一届嘅世青杯嘅比赛咧，喺土耳其举行。咁啊，总共咧有24支嘅球队参加赛事。喺嚟紧3个星期咧，会进行52场嘅比赛。呢个时间咧，我同大家睇睇 A 组同埋 B 组嘅分组赛先。 咁呢一场咧嘅分组赛咧，首先睇睇嘅就系美国队，咁啊对住咧系小狂牛啊，咁啊而杰斯咧亦都系坐上客，咁啊由西班牙对住美国嘅比赛，咁啊西班牙咧着住系浅蓝色衫啦，咁啊开波咧亦都把握到咧就系几多嘅机会噶，咁啊3个嘅西班牙球员，咁啊跟住呢度咧已经系对住咗7个嘅美国球员，但系咁啊都依然咧就系造就咗咧系第一个入波嘅，咁啊入波嘅咧就系谢斯洛迪古斯啊。 接应队有自己嘅底线传波啦，其实都已经系等到佢上嚟噶啦。咁啊，见到咧就系迪路菲奥，咪落到底线啦，踩定咗，等等等，咪足足等咗3个等啊。咪然后咧就交翻出嚟都俾阿谢斯咧，就系轻轻松松咧就射成1比0嘅。咪当时只系开波上半场嘅5分钟啫。咁啊，谢斯洛迪古斯就已经系射破咗美国嘅大门，领先1比0。咁啊，跟住之后落嚟嘅战况咧，都有啲一面倒啊。咁啊，经常出现咧系人少虾人多嘅西班牙咧，都能够制造到射门，并且咧就系有入波添啊。今次咧就轮到迪路菲奥，咪呢一球波咧就飞向咗龙门嘅左手边啊。 守门员嘅左手面，原来喺网仔咧就系入咗嘅，咪亦都射得相当之靓啊！大家5波摊进只脚啦，咁啊跟住个波落咗嚟咧就系俾咗迪路菲奥，咪睇到定一定，一趟趟个远处，好嘢！咪18码点外边嘅位置咧一趟咧就收死咗咧，就系对方嘅龙门高拍。咪喺上半场咧即系打到嚟42分钟嘅时候咧，其实就已经系领先到2比0。 跟住2分鐘之後又有入波嘅機會，扣一扣翻轉頭大力咗，但係唔緊要，入球就梅花間竹啊！不過係佢哋兩個梅花間竹啫喎，全部都係西班牙嘅入波，3比0呢一球咧，又輪翻到咧就係謝斯洛迪古斯嘅入波，謝斯入第一球，跟住迪路菲奧第二球，謝斯又入第三球。你見啦，右路快放落咗嚟之後，扣一扣，即係技術含量咧都仲可以再改善啊！咁啊，但係扣得大力咗少少都唔緊要啦。 文基路呢一下咧冇所谓，因为后边咧亦都有自己一队友谢斯啊帮手嘅。咁啊射成3比0之后咧，亦都揸住3球系完成半场嘅比赛。咁啊之后嚟到下半场咧就冇乜大改变吓，继续啊烫个空门。咁啊轮到咧就又系佢迪路菲奥一个人解决咗咧就系3个嘅美国嘅防守球员，咪亦都整翻个心啊？点啊？佢话好爱国喎。 哇！呢度已经系领先到咧，系4比0。比赛时间咧就系下半场嘅61分钟嘅啫。西班牙对住美国咧，完全超班啊！迪路菲奥咧个样仲要几靓仔添。哇！呢一推咧推过咗个龙门啦，然后对住空门咧轻轻松松咧，亦都系烫入咗。咁无论系即系速度啊，你见佢头其实都招得好实噶啦，但系啲人咧好似系啲秀发识得飘起咁啊！ 咪佢嗰个嘅步速啦，同埋步稳咧，其实都系相当强劲嘅。咁嚟到尾段嗰阵咧，76分钟咧就开始见到西班牙队啦喺后防就有啲甩漏啊。咪譬如好似中间呢一度咁样啦，就导致咗一个严重嘅失误。咪跟住之后咧就俾阿基尔睇睇交唔交啊？唔交，自己射翻个挂网波啊！咪一射咧就系去咗守门员嘅左上角，咪追翻成较接近嘅纪录。咪10号仔基尔。 咪帮美国咧追翻成1比4嘅，咁但系好可惜咧，为时已晚啦。咪最终呢一场嘅比赛咧，西班牙4比1轻取美国，全取3分。咪睇翻 A 组嘅形势啦，咪西班牙同埋法国咧系分别各赢1场啦，西班牙就以较佳嘅得失球咧企喺第一位，美国暂时经排末席。 跟住咧，我哋睇睇咧就系 B 组嘅另外一场比赛，由绿色衫嘅尼日利亚啦，系对住葡萄牙嘅。咁啊，尼日利亚教头咧就系奥布尔，咁啊，而葡萄牙方面嘅教头咧就系保基斯。咁呢一场亦都系 B 组另外一场嘅分组赛啦。咁葡萄牙嘅攻势咧，又系打咗个三角短传之后咧，已经系成功入射噶啦。喺上半场嘅30分钟啦，由布马咁啊，系射成1比0嘅。 布马咧接应咗自己队友嘅传波，一下握咗落嚟之后咧，俾咗佢。埋到嚟咧，左右两边其实都有人噶，但系得个睇字嘅啫。尼日利亚防守球员咧，俾咗足够嘅空间咧，就系布马起脚。
咁啊後邊追緊上嚟嘅咧，又係舒烏爾啦。咁啊呢個隊長嘅交波咧，亦都係相當之靚噶。咪要讚嘅咧就係馬里奧，葡萄牙嘅隊長。布馬話正已經入咗一球噶啦，今次咧就負責穿針引線交咗個咧係通透嘅波，好嘢啊！咁啊雖然咧就第一腳射唔入，但係唔緊要，咁啊有自己嘅隊友咧。阿拿迪治啊，喺34分鐘只係僅僅4分鐘之後咧，就將個比數拉開到2-0。穆龍門一負，負得唔遠啊！拉甩咪甩咗出嚟之後咧，就益咗喺門前嘅阿拿布治執個死雞。2-0啊，落後緊。咪跟住咧，尼日利亞亦都作出咧就係反撲噶。咪見到烏馬爾咧，將個波咧就分咗去右邊，咪出翻到嚟，喂，轉身即刻射，再補多腳啊！咁連續兩腳的射波，其實中間我哋見到爆炸頭啊，費拉拿咧都已經係盡咗力㗎啦。咁再加埋龍門啦，阿帕杜就救咗兩次。我呢位嘅葡萄牙門將成功咧係化解咗尼日利亞嘅進攻嘅。咁啊，結果葡萄牙經過半場之後領先2-0。咁啊，逆邊再戰之後咧，中間阿費拉拿咧就弊啦，佢中間啊漏油啊！想認不到他都幾難啊！爆炸頭咁爆，咁成把頭髮喺度，結果俾艾積根啊，施展佢嘅速度喺中間咧，佢就唔係步大嘅，但係步密啊，快快步咁樣咧就走上去追翻成2-1嘅。又有另外一個機會啦，角球艾積根就咁就射個窩裏波啦。我哋話挫咧就挫入咗呢一球啦。去到67分鐘嘅時候咧，艾積根咧亦都係幫球隊追成2-2喎。哇，連助跑都冇噶，就咁企喺度咧，就咁就挫埋去啊！即係個波。高飛曲墜咧落翻嚟咧，亦都係收死咗咧，就係拍到嘅。憑住一己之力咧，艾積根幫尼日利亞追分成2-2。但係未完喎。葡萄牙呢邊咧亦都有咧，就係艾斯基奧入咗嚟之後咧，交個靚波啊！俾咗自己嘅隊友，又係布馬去到下半場嘅。69分鐘啦，布馬再一次幫球隊領先3-2。布馬咧個人連入兩球，喺對方嘅球員力壓之下咧，由於咧就舒烏爾未埋得撤離，結果就俾佢啦係射成3-2啊。有另外一個機會啦，呢度冇越位噶，得不得停之後揾到食咧，艾斯基奧。找不到人交，最終就找到右邊上嚟一趟，諗住趟翻近處嘅，就已經冇乜角度噶啦。就算中籠都好啦，即係呢一腳咧嘅射波咧，奧哥里啊都肯定會俾咧就係即係對方嘅門將咧係收死嘅。咁經過咗呢一場嘅比賽之後咧，葡萄牙贏3-2嘅，咁亦都企喺 B 組嘅第一名，韓國啊第二，尼日利亞第三，古巴第四。至於世青杯餘下賽程啦，有哥倫比亞對澳洲啦，墨西哥對希臘，而深夜2點亦都有土耳其、薩爾瓦多、巴拉圭同埋馬里登場。洲際國家杯大家就要留意啦，6月22號深夜2點半，有 A 組嘅最後兩場賽事，意大利對巴西爭首名出線，而日本同墨西哥睇下邊個可以攞到分。今日嘅節目時間咧，亦都到此為止啦。陳欣能同大家講聲，拜拜。